講到2020年嘅美容界關鍵字咧，就當然要提到 Clean Beauty 啦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全新嘅本地綠色美容護膚平台 Nourish Beauty， 品牌由世界各地嚴選一啲符合 Clean Beauty 原則嘅美容護理產品，而且設有網購平台，方便大家購物。今次咧我就揀咗三個人氣品牌同埋佢哋嘅王牌產品介紹翻俾大家。第一個要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嚟自三藩市嘅 Monastery。品牌主張植物護膚美學，將萃取自優質植物的珍貴成分調配成有機香薰油。依一支黃金植物精華油就混含檀香堅果油、紅桑子籽油和玫瑰果油，可以改善因為日曬、氣候轉換引致的乾燥泛紅情況。而品牌的另一個王牌產品就是這一支草本植物極致精華，它還有另一個名字叫一枝獨秀，即是一支就可以解決所有肌膚問題。它加入了檀香果活性物質、透明質酸和珍貴的植物油，可以舒緩敏感、緊致和預防皺紋，適合成熟肌膚用啊。第二個要同大家介紹的就是美國品牌 Less， 品牌主張 Less is More 的簡約美容哲學，堅持用 100% 的天然成分，亦都只是推出了三款有機護膚產品，而且男仔女仔都用得的。依一支平衡修护精华入面的海藻、姜黄和玫瑰海洋矿物可以滋润同时保护肌肤抵御环境污染，它的质地轻盈清爽，用的时候滴3-4滴在掌心，然后轻轻搓匀再轻压上面，透过手的温度加快吸收，用完之后肌肤即刻变得饱满又有弹性。而另一款生物活性竹炭面膜就含有竹炭和罕见的凤凰木成分，可以做到深层排毒和净化的功效之余，当中的有机成分还可以舒缓和修护肌肤，对抗炎症、污染等等的环境伤害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品牌就是来自加拿大的 Pink House，它的產品比一般商業美容標準定得更加嚴格，並且以新鮮、健康、安全為原則，亦是堪稱可以食落肚的護膚品。今次咧就揀了當中的王牌產品粉紅面膜介紹翻俾大家。它混含乳香和佛手柑精油，可以舒緩情緒壓力之餘，仲可以修復疤痕和減淡暗瘡印。而天然珊瑚紅礦泥就可以滋潤皮膚和改善膚色暗雅。另一款人氣產品維他命 C 面膜就混含巴西黃金泥和巴西玫瑰泥，可以做到抗炎、排毒、促進血液循環之餘，還可以溫和地去除老化角質，不怕會刺激到皮膚。這兩款粉狀面膜的用法很簡單，用的時候將1茶匙黏土面膜和3/4茶匙的純淨水混合，之後搽勻全面，等它乾了之後用暖的濕毛巾抹乾淨就可以了。